早上心情一定要好，因为一天之计在于晨。每天早上的时候放一首正能量的音乐跟着唱，每天早上起来心情好就什么都好，心情不好就什么都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早上醒来我都会放一首正能量的音乐让自己开心，然后我就开始念我的能量咒语，念了不到一个月就变成百万富翁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座各位，这套能量咒语我念了整整10年，每天早上一定念。周老师来主唱这首歌，我找了将近25个身家上亿的人跟我一起配音，就你们这辈子想要的所有一切全在这首歌里了。今日我事必成，今日是我事成之日，感恩这美好所有的一切，我很开心，我很快乐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富有，我很丰盛，我很富足，我很喜悦，我很成功。